人在路上漂泊会孤独，一杯老酒敬红烛，从此踏上英雄的路。天也很大地也很大，谁在风中还在笑着哭，哭着笑笑着哭，难忘那棵老榆树。六爷啊，这是牛妈新给您做的汤，您尝尝味道怎么样，还苦不苦？又重新调了一碗哈。是。嗯，好多了。六爷，出事了。怎么了？商会会长张远堂被警局拉上街游街去了。为什么？我估计是想把张远堂是汉奸的信息散布给公众，造成舆论，这样就算他不是，也很难让他翻身。六爷，您这字写得越来越好了。你一定要查清抗联那个李大全的来路。好，我走了。周飞啊，这就是你花500银票收回来的物件啊？是。是什么？是你猪脑袋啊？是猪脑袋吗？这是明朝，这不就现在的吗？500银票买回这些玩意儿，白给都不要。你听没听到？这玩意儿白给都不要。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些东西值多少钱你应该知道吧？你说你爷爷是土匪，他不识字就那么地了，你念过书，会打算盘，怎么能跟他一样啊？哎呀，爹，你不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吗？干嘛这么说他呀？这就看走眼呢，啊？我看他是故意的。我跟你说，周飞啊，这500银票，搁你工钱里扣，听好吗？哎呀，行了，爹，菜都好了，酒也泡好了啊，赶紧吃饭吧。没有气氛。
谢谢小姐。谢什么谢？一个大老爷们那么怂，被我爹骂成那样也不吱声，真没出息。赶紧把你些破烂收拾收拾吧，省得我爹看见还得骂你。因为他是你爹。今天游街的效果怎么样？效果非常好。聊城所有人口密集的地方，最热闹的几条街我都走遍了，舆论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招还真管用。但是我就知道你还有但是，我说话都不敢大声说，你又但是，你到底又但是什么了？今天走到张远堂家门口的时候，恰巧碰到张向伟，他要上前捣乱，但是很快被我制止了。小严，现在张向北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想办法把白雪引出来，知道吧？你现在赶快调动所有能够调动的人马，把班调一调，日日夜里通通巡逻，马路上不管哪行哪业的，稍微有点蹊跷的都把他抓来，赶快来告诉我。是，去做。你叹什么气啊？那谁？哪个谁？那谁呗。谁怎么了？我小妹儿呗。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认识的张向北，老跟我打听她家的事儿。你现在甭管那么多，小严，今儿晚上你可能要辛苦一点，要见点血了。他选的。现在留着他也没什么用了。留着就只有添麻烦，早点干掉，干脆利索一点。明白。去吧。雷哥，能行吗？这玩意儿可不是咱强项。哎呀，没事儿啊，我手气啊一向都不错。自从张叔被抓进去，你看一天把向北给急的。为了兄弟，咱怎么都得想点办法，弄点钱把张叔给救出来。大不了输了以后，我少去几次满村院不就完了？少去几次，行吗？这不为了兄弟吗？怎么都得试试啊。来对了，铁哥，再来买买，来再来再来再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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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虎，二哥，下去把他废了。好，回来。大哥，那就要他俩这么嘚瑟啊？你懂啥呀你？咱们还不知道他跟金六爷什么关系，金六爷能热情吗？赔钱来赔钱，我们全要到了啊！来赔钱赔钱，快快快了，钱快点！来，上来！行行行，到到到到到到，开！四五六到！耶！到！耶！冲来！笑笑！铁哥，赔钱赔钱，快点来来赔钱！大哥，这俩小子没少赢啊！是再他妈赢下去，赌场不得赢黄了吧？我发现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呢？啊？你干啥呢你？消停会儿！你瞅瞅，成天打我，就窝里横。你俩下去看看。等会儿，尽可能别动手啊！你俩下去别动手啊！敲！吓我一跳！兄弟，还认识我不？铁子，不火车上那孙子吗？哎，说谁孙子呢？孙子，你问谁呢？孙子问你呢？二哥，好像我吃亏了。我们兄弟大度，火车事就算了。手气不错啊，没少赢啊。哎呀，运气太好了。敢不敢跟我赌一把？你谁呀？你还不知道吧？这个赌场我开的，哼，怎么样？就一把。你要赢了，我给你双倍；输了，我也不为难你。干干净净的，给我滚蛋。敢不敢？来，谁输谁孙子，来吧。今天咱不玩这个了，换个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和他俩赌一把。三虎，你赌啥呀？你那脑瓜就适合猜大小，这东西玩不了，听话啊！你说你要输咋整？没事儿，你出老千那活我练的差不多了。你在这胡说八道啥呢？谁出老千了？不，你教我的吗？闭嘴！你玩吧。等一下，
亮吧。就比你们大一点。他娘的！我说我玩，骗你玩，输了吧？赶紧给钱吧，愿赌服输。给钱！小虎，二哥，靠边！来，我陪你们玩一把。我们不玩了。怎么说不玩就不玩呢？刚才不你们说就玩一把呢？哎，对，铁哥，刚才有人说输了是孙子，爷爷走了啊。好，呀，好啊，好啊。啊！啊！今天没有金六爷罩着你，你准备咋办？什么金六七六？不认识。信不信我钉死你？大哥，不用你钉死他，我怼死他！啊！啊！雨林。爷给你留个记号，你可以滚，把他留下。我去告诉你那几个兵痞，要想让他活命，直接来找我。滚！滚！什么？李大全被警察局的人杀死了。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你想到了李大全会死啊？三年前，张远堂受我的委托给抗联密送物资。这袁鼎翔肯定是认定张远堂和白雪有某种联系，所以把张远堂的汉奸捉拿审问。他们是想顺着张远堂顺藤摸瓜，找到白雪。可张远堂并不知道白雪的真正身份，也不知道我就是白雪，所以袁鼎翔是白费心机。哼，袁鼎翔那天来六爷府上吃饭，根本就没想到白雪就在眼前。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不能看着张远堂因为我冤死在袁鼎翔的手上，实在不行，只能跟他们硬碰硬。好。轻点儿，哎，走，轻点儿，这算什么事儿？谁干的？我问你谁干的？说话呀！本来我跟铁哥想去赌场赢点钱救尚书呢，没想到那赌场就是咱在火车上碰了两王八蛋开的。中计了，钱没拿回来，他们已经放出话了，要你亲自去。你要不去的话，铁哥，给我走狗。小伟，看来对方也不含糊，咱们得准备准备。去领我见了李大全呢。
李大全死了。啥时候？今儿晚上。我让我手下去干。你们，杨会长，你不会真以为我们现在还把你当汉奸看吗？你什么意思啊？实话跟你说了啊，你现在是不是汉奸不重要了，就是用汉奸的名义把你给压起来，想从你嘴里头知道个消息。你还是直说吧，你这么说我越听越听不懂。你还真装糊涂。两年前，你对抗联运送物资，幕后的主使是不是白雪？张会长，你呀，干脆就吐出来，白雪的真实身份，你能少受很多苦。咱们俩是多年老友了，我不想看到你受刑。考虑考虑。谢谢。我先走了。不送了。问你们一次，你们谁是白雪？如果你们说出来谁是白雪，我就把你们全部放掉。如果你们不说，我就统统的把你们杀掉。小兄弟，你很年轻，想当英雄吗？我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说出谁是白雪，我就把你所有的弟兄全都放掉。你就是英雄，想好了你就说吧。我就是白雪。谁是白雪？我是白雪。我是白雪。谁是白雪？我是白雪。我是白雪。白雪。好，你们都是白雪。来，过来一下，梁明正，我看一眼。什么？梁明正。哦。梁明正。呀，我出门的时候带了呀，哪儿去了？哎，我记得我呀。哎，先生，兄弟们给我追。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有青花瓷吗？不知道您是要明清期间的还是唐宋期间的呢？我要明清期间的。明清期间您要哪一类青花呢？孔雀绿釉。有，你给我来。好。唐书记在等你。唐书记，快来坐。来，那您给我介绍一下聊城的情况。聊城军统情报站站长袁鼎翔带人突击了我们几个重要的联络站，而且还抓了我们数十名的同志，丧心病狂地将他们一一枪决。还有，咱们聊城往前线运输药品的几个线路也被袁鼎翔破坏，现已瘫痪。哎呀，聊城是东三省的交通枢纽。我们大部分的药品物资都是走这条线的，这条线被摧毁了，等同于割断了我们的咽喉。唐书记，我会尽快恢复线路。不，千万不要这样。他们现在正在全城的搜捕你们，最重要的是保障同志们的安全，不能让我们仅存的同志们全军覆没。明白。把他收起来，别吓唬。是这儿吗？就是。这小子好像我认识，兄弟，不认识我。大哥，他就北平那小子，都给我带进来。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呢。哥，你来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妹子，把眼睛闭上。啊？闭上眼睛，不许睁开啊！哎呀，上眼吧您呢？好漂亮呀，这一定是个古件儿，应该很贵重吧？这可有年头了，来，哥给你戴上哦。哎，好嘞。啊，哎呀，这我妹子儿啊，这咋这么带劲呢？啊，好马配好鞍呐。哥，我是马。不是，哥的意思，以后给你当牛做马。哥，你这在哪儿弄的呀？啊，我在一个朋友手买的。你
别老拿你那点工资给我买东西了。你这啥话呀，妹子？只要你喜欢，哥花多少钱都愿意。别说这点钱呢，就是让我倾家荡产，我都乐意。气人不？你有家产吗？慢慢咱俩会有的。啊？啊，我说咱俩会有的。大哥，那天这小子打我的时候，老那嘚瑟。弄他。好。撞死你！我急死你！你不嘚瑟吗？你不他嘚瑟吗？来呀！来呀！牛逼！气死你！火车上的劲儿哪去了？说话呀！有种你就杀了我们，说那么多废话干嘛？杀你太容易了，老不老实？我得让弟兄们出口气。老不老实？啊！我撞死你！哥们儿，三红，咱们商量商量，把我们哥几个给放了，以后咱好好处处，啊？病死，大哥，大哥，这么让他死，太便宜他了，能不能给他送回我和他单挑？我折磨折磨他。好啊，送回他，够爷们儿。用的也是阴招。请问你找谁呀？你是燕子吧？你怎么知道我？我是周飞呀。你忘了，你哥的好朋友，小时候还带你玩呢。啊，飞哥呀，飞哥屋里坐吧。我就不进去了。我听说张叔叔有难，我这儿有点钱，也不多，你先拿着用。到时候我再想办法。谢飞哥，但这钱现在已经没用了。怎么了？这事儿啊。
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说不清楚。那向北呢？我哥昨天晚上出去了，说去找什么虎家三兄弟，到现在还没回来。虎家三兄弟？嗯。请问向北大哥在家吗？你是？我是向北大哥战友李明的弟弟。我哥不在，去虎家三兄弟那儿了。去那儿干什么了？好像跟他们起了什么冲突。怎么会这样呢？那帮人可不是好惹的。啊，那我哥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哎，燕子，你别担心啊，他们不过也就是开赌场做生意的。你在家里等着，啊，我去把你哥找回来，啊。你还有事儿吗？没有，那我们走吧。谢谢飞哥。你叫什么？我叫李磊。我叫周飞，飞哥。啊，哎，抽烟吗？我不会。啊，向北啊，他们跟虎家这回肯定是有麻烦了，我得去看一看。哥，我也去。你打过仗吗？没有，我练过，但没跟人真打过。哥，你打过仗吗？你是不是害怕了？不怕。这样啊，去整点汽油。汽油。晚上咱们在虎家门口见。啊。娘，今天是您二老的忌日，我们哥仨跟您说说心里话。向北，嗯，还有气儿没呢？我还行。我以为你小子没气儿了。傅雷子，我头一回从这角度看你，特别帅。你可别扯了，这也太磕碜了。会说话吗？你看铁哥，真帅。铁子，刚睡着就让你俩给我吵醒了。刚才这哥们儿这几鞭子下来把我抽困了。打了几年小日本，没死成，死这几个孙子手里了，冤呐！哼，那可不一定。爹，娘，我向您保证，您二老在九泉之下一定能够看到我们孙氏家族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要光宗耀祖。爹，娘，保佑儿子吧。
爹，娘，今天是你们二老的忌日，今天我杀四条人命，我给你们润润嗓子。二虎，二哥，你咋打我呢？你说啥呢？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说那四个兵痞到阴曹地府找咱爹娘，咱爹娘还能不能过消停日子了？三虎，在爹娘面前，咋能说这话呢？赶紧的，呸呸呸，从那边呸呸呸，快点的，呸呸呸，对不起了啊，我不是故意的。疼没？疼。错没？错了。谁打的？爹娘打的。爹，娘，千万不要怪我三弟。三弟说了错话，我相信爹娘在世的话，也会这样管教他。不管我三弟怎么样，我和大哥都不会活活的把他饿死。爹娘放心。磕头，磕头。走吧，走啊！你们俩先走吧。刚才我说错话了，我跟爹娘道个歉。那你真诚点啊！放心吧。爹，娘，你们都看着了吧？这还是亲的呢。这么多年了，你三儿子就这么过来的？老说我傻，老说我傻，就这么打，能不傻吗？刚才明明是他打的，硬说是你们打的，你们说还有没有王法了？他再打我，我可还手了。你们表态吧。让你们表态也真费劲。妹子，看见向北了吗？看见了，他们四个都绷在院子里呢，两侧的灯都亮着，估计里边有很多人。你看清楚了，都在院子里。我确定。好，一会儿你跟我进去。祝